你看你这个样子，像个喝醉酒的呢。你不会出汗吗？就是每次都下一身汗。他上出汗回来给他歇捂，咋我的蛋哥？你刚刚在 VCR 里说你现在是跟……这咋害怕？你也不能动啊。你转过来，你是真害怕还是假，还是啥的？你他没打过针。你把脸转过去。你把脸转过去。干嘛去？不是你把我搞得我满头都是汗，你把头转过来。你把头转过来，你别动脸。就是，头转过去。你别看，哎呀，你别看，你把头转过去，你头转过来，你别看呀，别把自己给紧张晕了，快点吗？快点，一下就过去了，哎呦，我的天，孔真，哎呦，你把护士吓得不敢打了，你刚这样子，你就给大夫说你别打了，后面，稍等会儿，稍等会儿，我先，我自己控制着。麻烦你自己看吧。你闭上眼，哎呦，你不看一下就过去了。哎呦，你慢点慢点。哎呦，还没打呢。我知道，哎呦，你千万不要跑。我的娘哎！你把他肩膀这扶住吧。哎呦，别动呀，别动呀！哎呀，哎呦，我的娘哎！哎呦，我的娘哎！真的是，怪不得你说你再不陪他去打针了。哎呦，我的娘哎！哎呦，你手别再抓他了，他消完毒了。哎呦！你这功夫都打完了，真的是打完了。哎呦！我的天！你别看行不？我怕。不，真的，进针不疼。好，哎呀！进针不疼，哎呀！哎呦，你昨天讲过，来，快点！哎呦，那最费力，我的娘哎！哎呦，在这边，在这边。这么，你要这样的话，下周肯定是135是要打针的，一个星期要打三次的这种针，你要的话就给大夫说就不要。快，马上给做放疗来吧。咋办呢？你只能。马上做，马上大夫来带你做放疗了，马上4年了。哎呦，你烦你。哎呦，你这样讲了，这样，我走了。哎呦喂呀！你手在不抓了，你手在这儿，我没办法抓了。哎呦。